这是我们上市的最新系列 Power Touch 净能系列、全部一共有五个型号，五个型号会在七月的时候上市，那有两个型号会在九月的时候。那最主要这次的一个卖点就是 Power Touch， 顾名思义，它的续航力是在同级产品里面最强的。以这支 PD870 为例，充饱一次电可以用连续使用50分钟，台湾男性平均2分钟刮胡一次，一共可以连续使用25天。除此之外，全系列配备锂电，全机水洗，还包括清肤系统。我们用以这支 PT870 为例，它有最先进的 Smart Pivot 贴面系统，所以可以克服男性下巴到下巴整个凹面跟凸面都能够完全克服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轻轻松松的亮丽出门。感谢。